87.5，去掉零头，你付个整80就行。哎，我钱包呢？说笑话呢，说笑话呢，付钱付钱。不是老板，我刚才喝酒的时候，我真的他还在我身上呢。不会吧，朋友，我这个是小本买卖，你那点事情我看得多了，干脆点把钱付给我。你老板，你是不是趁机吃白痴是吧？不是不是，没带是吧？ 行，你把这件衣服压下给我，行吗？老板，我这件衣服是品牌的，好几百呢。我不管你什么品牌不品牌，你把钱拿来，衣服您带走，我能生意还忙着呢。你赶紧脱，赶紧脱。如果都像你这样，我喝西北风啊！我，快脱，快脱！我那边还忙着呢。老板，再有一瓶。彪哥，稍等。哎，明明你过来一下。哎，彪哥，那个，那边不好意思，你身上带钱了没有？怎么了？不知道哪个缺德鬼。 把貂给我的钱包给偷了，你能帮我结下账吗？多少呀？就80，找您20，谢了。